康之门伤寒论是伤寒论里面的一个版本，在那么多版本里面，我们为什么选择用康之本作为这个教材呢？长期以来我们对伤寒论的研究呢，在理论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奥。现在呢，我想应该呢追本溯源，返璞归真，回到呢原来的那个知识上来，还原古人在方正药正这种原生态的基础上所构造的这个经方医学的它的核心。我们选择了这个康治本呢，我们就可以毕竟靠近于那种呢最初的那种原生态的这种经方医学的这个整个体系。康治本为什么命名为康治本呢？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应该讲这个本子呢是在日本发现的。它是在呢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呢和尚啊，最成和尚呢，他呢担任当时国家给他的一个呢迁唐使。到了唐朝以后呢，他把唐朝的所有文化的东西呢能搬的都搬回去，其中也包括呢这个伤寒论。他把伤寒论的抄本带回家去，带回去呢，他一般就在寺庙里边保存着，一直到了康治二年，也就是说呢1143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叫沙门了纯，他呢就从一个秘藏的一个楼阁上呢把这本书找到呢进行了抄，所以这本书在小范围内呢有很多人就知道。所以这本书以他这个第二次抄的这个年代，康治这个年代的命名，所以叫康治本。康治本在本质上它完整的提示了以后的伤寒论对疾病的独特的看法和治疗方法。它一共只有65条，只有50个方，只有42味药。后人对这个呢用大量的内经的一种解释掺杂进去，更多的病因病机的叙述，使他这个本质呢就变样了。康治本的发病时期这个文字啊是没有的，而我们伤寒论里边一翻开来，宋本里边到处都是一二天哦，发病啊，3、4天、4、5天、6、7天、13天，多少多少，很多条文都是写这个日期的。这个日期呢，我们在《内经热论》里边呢，就早有出现，康治本没有，整个本子都没有，不是哪一条没有。我们举一条来看看，康治本第52条：少阴病，心中烦不得物者，黄连阿胶汤主之。而宋本呢，303条呢，少阴病2、3日，下面一样，心中烦不得眠，黄连阿胶汤主之。你说这个2、3日放在这里边的话，对解读它呢，历代医家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为什么是2、3日呢？怎么样呢？啊，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他讲一套，他讲一套，他讲一套。其实本身我们就知道它没有的，所以呢，我们有了康治本就知道。哦，他这个发病时期的这个跟疾病的判断啊、用方啊关系不大。有些条文就可以说呢，他提出的一种意思啊，跟我们宋本的呢、康治本跟宋本的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呢，就引起我们反思，他到底指什么东西呢？你看《少阴病》的提纲证，他就不一样。康治本的提纲证怎么样呢？是51条：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若物也。物呢，就醒在那里，就是说，他这个人病人只感到自己总是醒在那里，似醒非醒，但是偏于想醒的，这就是失眠的症状。那我们宋本里面呢讲的呢，少阴之为病，脉微细呢，大若墨也。墨就是啊，只想睡，只想睡就是精力衰退，神情代谢下降，
就觉得人呢非常疲劳，就觉得呢只想睡。这个完全相反的，其实在少阴病里边两种情况全部有，但是第一种情况在后来的宋本里边已经我们不知道了。宋本他讲的呢都是除了讲了前面是讲就是一种表阴症麻黄附子泻心汤、麻黄附子甘草汤两个方以外，其他的这些几十条条文啊都是讲他一种内部的阳虚的症状。而这个呢条文的介入就是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少阴病除了表阴症以外还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于阴虚内热，一种是由于阳虚内寒，这样就现在呢整个少阴病比较全面，就补充了上阴病的这个缺陷。康治本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啊条文少一点的本子，而是一个呢它有它自己特殊的一种医疗思想的这样一个，同时这种医疗思想呢是最符合于伤寒论的治病的精神。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后世的本子不好，不是这样的意思，它是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完善，就好像在康治本里面对桂枝汤它的煎法以及服了以后的这个交代呢是很简单的，而到了呢宋本的时候对于桂枝汤它要和热的煮，喝下去以后还要注意它吃了药有没有发汗，假如没有发汗在24个小时内就一周一夜里边我们还要连续喝，一直喝到它出汗为止。像这一些历代对于桂枝汤临床这个研究的一种姿色呢在宋本里边就比原来那个本子就丰富的多了，所以我们呢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两个本子进行对照，我们也不会忽视了宋本发展过程中它所丰富的所成熟的那些东西，而我们要把康治本里边是后世没有的东西呢要一一的把它呢讲到，这样对我们学习呢是很有帮助。